你真的要省着每一口，好不好？每一口都很珍贵，为什么？因为价格78个月来的新高，真的夸张、哦。所以大家都以为鸡在涨 ，no， 鸡肉、牛肉、肉类现在默默的真的涨得很凶，所以很多人都一直在问，啊，什么时候才会推出？那我直接告诉大家，现在目前都是停产的状态，因为想把他们现在全省的这个宠物店门市调过来的，因为真的就是目前一样没有肉，没有办法生产制造。但是这50多年来，大只秋子他们只会做宠物肉条，最多还有做洗毛巾，其他没有了。他们没有产生其他的副业，所以呢，最近他们也很闲。啊，可以讲到说话了，我们也很想要忙一点。之后，然后一堆的问题之后，协议检查，然后你看。